刚在你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有点了。是汤汁。没有。那你现在眼睛闭上，来，你嘴巴张开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Kim。 大家好，我是 Leon。 今天呢，我跟 Leon 刚忙完，那想说啊，找果果出来吃一下这个我们高雄的九如羊肉卤。它在九如路，所以叫九如羊肉。这间在高雄三民区算蛮红的。然后呢，我想说我们两个今天先到，稍微恶搞一下果果。我们等一下点一个麻油羊鲜果，白话文就是羊的睾丸，对，羊佛仔，因为我们有吃过鸡佛仔，鸡佛比较小颗，对，可是羊佛比较大颗，多大？这羊佛啦，这啊，这也无切是做大量吗？对啊，大粒的啊，对啊，啊切啦，切片。啊，若无切袂只只就对啊。袂只只啦，嘿啊。哦，一定爱切。切啦，嘿，切切的安尼也差无油啊。切较厚的安尼嘛会使。会啊会啊，你切较厚嘛会使啊。据我刚刚了解，应该他比给我看的，大概是差不多一个拳头再小一点点。啊？那这样子怎么吃？所以他说不可以直接整颗吃，一定要切，一定要切片。那我叫他切厚一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不要让果果知道那个是羊佛仔。把那个羊脖仔先插在旁边，对，这个给果果，因为我发现他跟我们吃东西有时候他会吃比较慢，10块钱，因为女生动作卡丘卡板，他那个料啊，通常我们都会吃很多，他才吃一小坨，所以这次有帮他先夹起来，对，避免他可能我们已经吃一大堆了，然后他才吃一口。没错，像我们这种都，我们是属于大食怪等级的。对对对。先帮果果装个汤。他们的这个羊肉啊，有一个特色就是不会有太多筋，它是属于比较扎实的肉。天气变凉了，吃羊肉炉就很适合，整个很适合。对，所以今天才会介绍大家住高雄的或者是来玩的，可以来试试看。当然我知道啊，听说冈山那边的羊肉更厉害，但是我觉得也是要看店。之前也有去那边吃过啊，汤没有。冈山那边主推是带皮羊肉，对对对。然后听说啊，有一家还是现宰的，当天现宰。光它这个炒羊肉啊，就可以吃好几碗饭。等一下，可能要再炒一盘。不过你知道他们这边有非常神秘的菜单吗？神秘的菜单可以暖补的。刚在你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有点是五汤之类的。没有，那你现在先眼睛闭上。好。现在先眼睛闭上。那我先喝一口饮料。好，先喝一口。你先清一下喉咙。
嘴巴张开一下。流出来了，哎，卫生纸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什么味道？它有那个很像胶质，很像筋的东西，然后它里面又是软的，我觉得很像鸡的蛋。鸡的蛋？嗯，没有啊，这里是羊肉店。这是羊的蛋。这是羊的蛋。鸡的这种酱哎，他说羊的跟鸡的是不一样的。来，好大盘啊！你看它切很厚，非常大盘。可是好吃，因为我本身是喜欢吃鸡脯的。哦，你喜欢吃鸡脯哦？对啊。如果不要切，我觉得我会更喜欢，因为它是这是整颗，然后里面就很嫩的。他说羊不能不切，不切这样不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切的话太大颗了。它可能料理起来不好料理，是啊，因为就是吃下去就没有那种爆浆的感觉。鸡脯是会爆浆，吃这一间都没有吃到什么腥味。对啊，然后羊肉也没有骚味。这边如果大家来吃的话，就。那个车水马龙的声音比较大一点，嗯，街头小吃的概念，对对对，很热闹。你要吗？挖一点饭爪好不好？你不要，那你给我，我一半给你。太多了。太多。没病是怎样？先问一下。Hello， 如果有 B 肝的话是不能这样子，然后连共用都不行，共用什么东西都不行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有些人去看牙科，好像就因为这样然后 B 肝。哦，有可能。很厉害。它有一些是完全没有骨头的，嗯，是直接整块都是羊肉。而且你煮一煮会发现。它的肉跟骨头可以分离，对对对，会化开，是很嫩的。没错，他们有事先卤过了。这边太吵，我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了。你的呼吸是很大声的。平常烫剪，别人都说，哎，你呼吸很大声。我每次在剪片，你呼吸很大声。跟他多叫一份炒羊肉。我饱了。啊？今天那么客气哦，这样差不多了。你想吃肉可以加排骨。哎，老实说，鸡脖仔我不喜欢吃。应该是说这种脖仔我都不喜欢吃，它好像有一种熊熊的感觉。就它里面那个姜啊。对啊。就是因为那个姜才好吃呢。那姜不是？不是啦。不是哦。不是吗？所以你以为你们男生里面装的整两颗肉里面都是水水这样子吗？对啊，不然。不是啦，里面装的有一些器官，然后你那个是会有储存的地方，但它不是整个都是，然后它会继续产，就是生产这样出来。如果它那个里面是这样的话，它切开的时候就已经流光了。